熱血公民在尖沙咀、鐘樓等等全港五個地區舉行六四集會。在尖沙咀鐘樓對出的空地，有過百名市民聚集，參與由熱血公民舉行，名為《香港人的六四集會》。集會是以本土民主為題，熱血公民強調並不是拒絕悼念六四，而有去到的市民表明因為不同意支聯會、維園燭光集會流於形式化，認為溫和方式未必適合港人，要明白香港的政處於分叉路口，拒絕接受同化。